有老婆两个小孩，我每天五点起来煮饭煮菜给大家吃饭，吃饭后我八点要去阿公儿子的家打扫，11点中午我回来煮饭给阿公阿妈吃，大家吃饭。1点中午我要去阿公的儿子的家打扫，到下午5点我回来帮阿公洗澡，到6点我煮饭给阿公大家吃饭。吃饭后我打扫到8点，9点我还要丢垃圾，10点晚上我才可以休息。但是晚上我休息每3个小时我要起来帮阿公喝牛奶换尿布，我每天我睡不着受不了了。我薪水为什么我来台湾工作，中间跟我说1个月15000，但是我第一个月1500，第2年1500，第3年3500，第1年的我才有5000块。为什么台湾政府没有保护韩护工？为什么没有休息？为什么我薪水很低？不公平，不公平，我很生气。Conference in Geneva, a convention on domestic workers was adopted, and this convention is really, really protecting domestic workers. So we are asking the Taiwan government to revise the draft act and to put it in line with the ILO convention, because domestic workers are workers and they deserve their rights.请求，我们从2003年，我们请求台湾政府能够正视它，能够具有实际具体的作为，一直到今年2011年，前后已经经过了3次的大游行，经过无数次在劳委会开会，结果这个议题到今天没有受到正视。之前号称送进立法院的家事服务法，也不过是个幌子。如果各位仔细去推敲它里面的内容，不过是把现在不合法的劳动契约、超时工作、扣留证件、不准放假等等对待外劳的恶劣处境，把它合法化而已。劳委会今年自己公布了一个数字，说台湾竟有200000的家庭看护工，它来自于东南亚的各个国家，但是却有将近1半的家庭看护工，将近10万人，他们全年无休、超时工作。这个问题，他们明明自己心知肚明，却懒得去改善。为什么？难道因为这一些外劳，他们手中没有选票，我们就可以忽略他吗？